对，正是个四个说服的过程嘛，反正还有四个多月嘛。就我个人呢、我以台北市长的角度啊、来看，所有候选人在要选台北市长的候选人当中，我认为黄珊珊才是准备最好，做的也会最好，当然就是我个人的很多客观的指标。所以常常这样的，这个世界永远在讨论啊，谁选得上？你们要不要来讨论谁做会可以做得比较好？这才是重点嘛！台湾还是要台湾的选举精神要改变，文化改变，谁来做会做得最好，而不是谁选得上或怎样。那一大堆那种政治的什么哦算计跟写一写，我常说，我觉得黄大洲做最好，那可是黄大洲选不上啊！所以我们要怎么让这种台湾国民的这种民主政治要成功啊，要民主政治本身是一个能够有效的替国家举财，这才最重要。像他这个选举都变成咧金钱游戏，你知道吗？口水战，我告诉你了。来，一个一个问，一个问。三个缺失哦，他说疫苗是善的循环，而且疫苗及时到位。那还说用药的部分是用得早，还用得确实哦。市长怎么看？我之前在质疑的。还好今天没有吃早餐，好，下一题。我跟你讲哦，我妈妈很喜欢高虹安，这我非常清楚。哦，高虹安本来就很讨人喜爱，是吧？啊，当然他到新竹去一定会拜访我妈妈嘛，我妈妈很喜欢他啊，就是所以我妈妈说他一定会帮忙的啊，就这样，谢谢大家。我们来帮大家科普一下咯，水神跟病毒或家中的细菌作用之后就会还原成水，不会残留也不会污染。如果家中呢有银发族、有儿童、有孕妇都适用。如果您想购买的话，当然会在快点购购买才是最划算的。